来，各位同志、各位同心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三天又搁要过啊！啊，三天过了，你就一张结业证书，你可以终身在台湾民政府里面担任政府官员。你如果来参加法理典道义啊，读这个法律的物件吼，特别讲啊，对台湾人讲来讲啊，一定要用你的智商啊，因为68年。中国人甲咱教，含真真正正台湾的历史拢无共款。他拄啊呢，我看到日本的政府的一挂机密档案，日本的机密档案内底啊，伊足清楚伊讲，就这项和平条约生效以后呢，人因有公布一个文件，对讲。你若台湾人想要变做日本国籍的，他愿意来协助。有这个物件呢，台湾人都唔知啊呢。因为安那，因为蒋介石迄个时阵用足强的手段，给台湾人拢惊吓，尤其是1947年2月28号，二二八。刷下去38年的白色恐怖，他们讲台湾人都不敢讲话呀。所以旧金山和平条约是1951年9月7日被签约，1952年4月2日生效。虽然是生效啊，但迄个台湾人，迄当阵的台湾人死太侪人了，二八死过几个，到今日为止，你看偌久啊？1947年到2004年，安偌久？2014年，今年安偌久啊？68年。台湾人还阁唔知影讲二二八到底死几个？啊，日本人对台湾的户口、的经历、甲管理做甲真好，每一个人写出来。户口名簿一定有给你登记，每一个人贵姓，伊嘛给你登记。所以1947年2月28日，二二八发生以后啊，经过15年，1962年，迄个时阵，台湾省政府内底有一个警务处，有迄阵有省议员来问警务处的处长讲，请问。你即马户政做甲遮尼好，啊！你的户口普查到底查到有偌济人？你知影吼？台湾拄拄啊，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阵阵，台湾的人口是600万，佮加上40万为日本的本土来的日本人，含军人差不多640万左右。落尾啊！640万，伫1945年了后一年的中间内底，拢回转去日本。就介就共规定，每一个日本人要离开的时阵，干那会当带1000块日票，就是当初的钱啦，1000块是台票啦，就是旧台票，1000块。啊，那见面啊，只有啊那放弃。啊，有的日本人较好，伊就送给伊的朋友；啊，有的日本人无要送的，台湾人就趁机会共霸占。其中有啥物人？连战因老爸连进东，伊用台湾的接收台湾的新闻。迄当阵，连进东的老爸就是写。这个叫做台湾史，迄个人，伊家己写甲真清楚，伊家己囝囝孙孙讲，我已经拢无钱啊，我的后代恁都爱家己去打拼去做事，你才会当趁钱。但是今日的年假有偌济钱，大家拢心内拢有数。
我会讲这是因为最近年前的后生连胜文啊，搁再一摆上报纸的头条，讲伊要代表国民党来选台北市市长。事情丁守中，因老爸是姓温呐，哎，伊的岳父啦，哎，温哈雄对，袂歹哦。温哈雄呢是退伍会的主意，控制了着所有的所谓的老欧啊，就是流亡在台湾的遐难民，照道理来讲，伊活多条，但是是安那奈？连战的后生来调，因为连战和中国非常接近，甚至连战提真济台湾的钱底下投资，为伊的阿公无钱，下一车来对讲讲，伊都已经拢无钱了，拢破产去啊！阿到今日三代以后，富可敌国，你敢要相信讲？年前讲是因妈妈做股票来，我看吼，后摆卖啥做股票啦，干脆讲伊跋筊来较好啦。到今日为止，台湾人啊，啊做股票有赚足侪钱，请你举手。啊，若有做股票拢无赚着钱，举手。啊，拢无做股票啊？哦，毋捌做股票啊？我甲你讲，无迄个代志啦，讲喏。因妈妈是拢做股票吼，啊赚的钱啦，啊那安尼吼，真正会当赚遐侪钱吼，啊台湾人大家拢好个啦。所以，但是呢，是安那伊个讲伊初选会当通过，所以吼，我的感触非常深刻。我敢讲，台湾人死袂变，死袂变啦。那真正。咱伫今年年底十一月要选的时阵呐，咱还阁无到串着四千人的时阵呐，咱要甲党这边选举啊，无法度，伊会阁选。但是我甲各位讲，2016年的中华民国总统绝对无可能会选。所以2014年，那真正咱阿未到遐人数，但阿较忍耐呢。啊！那算我甲各位讲，伊绝对调的啦。我定你讲，国民党就是提名一粒石头，讲伊来做台北市市长，照常一粒石头当选。你听有无？是安那讲石头会当当选？因为台湾人太好骗了。台湾人啊，没有思考能力，所以最近有真侪机密档案。我和美国甲日本拢伫讲的时阵，日本将伊的国家机密档案一行一行编出来看，伊讲你也看，阮日本当时嘛有讲，你台湾人若无爱做中华民国的国籍的时阵啊，你会当全部甲放弃。所以不管意大利、加拿大，不发文和中华民国讲，因为中华民国改骗啊。伊甲骗讲哦，1946年1月12日的时阵啊，台湾人集体变为中华民国国籍啊，遐人拢有签一个保证书，就是讲伊被放弃日本的国籍。实际上，即摆甲想起来，甲问起来，无影无一只。所以，愈来这个局势对咱台湾民政府愈来愈有利。因为咱所讲的，拢是提事实、提文件，甲伊讲。所以，包括美国在内，以所有的单位，对咱台湾民政府啊，拢充满了尊敬。因为咱无爱甲伊用冤家，咱无爱用伊示威的。我常问你讲，示威是几步啊？脚行到断去啊，中华民国嘛未插伊。这边上届好的哩，啊那个不要角青都吐起来啦。学生去甲占立法院占行政院，24天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唔是足侪团体拢出来去甲呛声吗？学生加油，
啊，甲美国讲哦，迄个学生足可怜哦，啊，这中华民国会学习立法院哦。我甲你讲，那不是王金平迄因这人出来哦，绝对学习立法院。先来讲，你占领立法院，你用业为业游戏规则，你该去算。一刀票的呢？你台湾人当中华民国总统，给伊当好条的呢？你今要讲反悔？美国讲你个罢免嘛？但是咱知影，罢免的门槛啊，遐尼啊高，哪有可能？敢不是？所以，到今日台湾人若无多来觉醒，你讲要用示威的，要用静坐的。我跟你讲，马英九，你要静坐，要绝食啊，做你去，你就是绝食死去，嘛是伊嘛未去给你看。因安怎讲？伊甲美国讲，我都按照法理来。你甲我选我做总统啊？啊，你即马无介意我，你甲我罢免啊？你无多，你没有办法罢免他。赶快去执行刑，甲看做顿来。他说：“讲中国，啊，中国到底是偌强？但咱台湾人的头壳内底，你若无来台湾民众有受过训，你会感觉中国足强的。即马全世界有十一个国家有航空母舰，中国嘛有一只，印度嘛有一只。我跟你讲，那航空母舰敢若一只的啊，迄拢无效啦。先来讲航空母舰。”你若要使用，一定要有三只，才有成对。谁爱三只？韩国母舰出来，离开伊个港口伫西时阵啊，听说一年唔免靠岸。但是你若靠岸，要休半年。补充啦，还是修理啦，要半年。所以呢，安尼个省三只航空母舰才有办法成为一个舰队。奇怪呢，啊，是安那中国干那买一只？因为买一只主要目的要创啥？吓台湾人，台湾人就吃这一套。一只航空母舰偌济钱？$2,000,000。你想讲$2,000,000足济对不对？有无？有足济无？以咱来讲，个人来讲，讲$2,000,000足济啦。你知道美国一只航空母舰偌济？69亿，69亿，无唔对。听好清楚，69亿美金。啊，中国迄只$2,000,000，啊，若讲$2,000,000哦，咱大家人来扣钱吼，我看咱来买一只航空母舰嘛，有法度呢。迄只航空母舰是安那专门去吓台湾人，啊，报纸我甲你讲，吼，中国的海军即摆偌勇的呢，迄只海军。那个海军啊，你也看，那只航空母舰，你别看哦。来来，这只吼，这只已经啊，伊买等于伊啊吼，乌乌臭臭，甲油漆，哎，佫袂歹呢，擦起来佫敢若真水呢。好，啊，佫用迄彩带甲冲嘞吼，有啊。但你甲看这只航空母舰，你也感觉很奇怪的一个地方，全世界所有的航空母舰，敢若一只航空母舰顶悬无飞机，伊这只无飞机。谁那来无飞机？哎，对，伊无拦截绳。你若有飞机啊，飞机航空母舰上界重要的目的伫倒，就是载飞机啊，要去拍敌人。啊，若要去拍敌人啊，你就一定安那飞机飞出去，真简单。迄要飞嘛有问题呢？迄跑道遐尼啊短。你想干那靠飞机？伊个，咱在大家捌坐过迄个民航机，请你举手。坐过飞机的请举手。哦，差不多没坐过吼。啊，民航机的时阵呐，甲战斗机差不多啦。拄啊开始的时阵，民航机啊呐，爱安呐滑行对无？爱滑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跑到爱远，几啊公里呢？啊，那无滑行，甲一个速度飞袂起来呢，对不对？这你知无？知啦吼。啊，航空母舰免啊飞。啊，迄底遐尼啊底是咩啊背？爱有一个物件甲塞，为尻川底啊，甲凸出去，就是用弹力。啊，
那上个简单的是啥？用手拎。当即嘛无咧用手拎，迄是二十世纪在那时阵呐。即嘛用啥？用蒸汽，甲塞落去。因为塞落去，重力加速度，飞机有迄个重力加速度了，伊才我来飞起来。你来看哈，你若去看电影，美国的航空母舰有无？伊无你惊你知，伊就互你看，塞落去。飞起，啊！就转来的时阵啊，赶快，速度足紧的呢。降落，迄、那个屁股爱个高嘞，啊无安那落来海底。所以中国，他没讲啊，伊迄个手啊，伊做袂出来。你那想要迄个手啊，足简单的呢，领导的跳绳迄袂有效呢。迄个锁啊，是完全的不锈钢，啊有弹力的，我都将飞机甲动起来。航空母舰，啊，航空母舰，伊的引擎啊，一般是用核子的。中国的航空母舰用什么？烧火炭。来，好看啊，烧火炭的形，唔是这啦，哦，这啦。咱兜即摆有够你烧火炭举手，无啊嘛吼。咱兜过去捌烧火炭无？阮兜捌啦，就是这啦吼。啊，若烧火炭的时阵哦，拢烟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你甲全世界所有的海军讲哦，还是飞机哦，要甲轰炸讲哦，我伫遮啦，我伫遮啦。所以这只敢有效？无效啊。但是伊若飞出来的时阵，拢你吓你台湾人呢？破断来下货，中国空啊，这海军哪尼啊厉害呢？我跟你讲，日本的海军的主义队啊，海军自卫队宣布，你若中国敢打台湾，48小时内底，我海军将你浮在军民顶管的军舰全部击沉，安、有用无？有无？但是你不爱问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啊！你歪问讲，啊！你日本那遐臭屁，你要问我？没吧，没吧吼！你知影日本有真济潜水艇，伊潜水艇啊，新的出来服役偌久？一年，一年以后，咱改了开车嘛，开车嘛，差不多一年以后的车上盖好晒，对不对？引擎啊，各方面啊，拢真好些嘛。日本呢，潜水艇。服役一年，退役就退役哇！啊，日本甲收起来，就甲封起来。啊，囥下迄个横须贺，有一个所有的这俩座潜水艇拢囥伫啊。咱有一摆吼，我直接讲讲的吼，啊，咱的媒体可能看看了去甲采访，看到迄个潜水艇哦，退休的做一年哦，其实做一年，迄不是退休啦。你想一年退休，啊，那车驶一年就甲退休个举手，有啊？无吧吼？后航迄个潜水艇一年就甲退休个，你骗人！啊，中华民国潜水艇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即摆还搁咧用呢，荷兰买呀？啊，荷兰人用过啊，吼，啊，即摆还搁咧用。所以潜水艇伊一年就甲退休，伊应唱差不多一两百架。潜水艇，莫怪伊个遮臭屁。你讲你若敢拍台湾，我48小时内底，你浮伫水面呢，我拢甲你击沉。啊，这个日本人鼓励，对不对？咱主要咱台湾人卖死就好啦。啊，就日本是咱的母国呢，对不对？啊！日本的美日安保条约内底是上下，伊讲若台湾有代志，就是日本有代志；啊，日本若有代志，就美国有代志。而且安保条约下来明足明文下来呢，啊，所以台湾拢无代志。啊，干那有代志拢啥？拢是媒体在讲咱有代志，是遐中国人讲咱有代志。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啊，这唔知啊，媒体啊这唔知啊。有钱好赚，大家嘛要讲啊，大家嘛讲远诶。中华民国爱甲保留啊，敢毋是？
今日咱台湾存在一个现象，到底是台湾人家己要做主，啊，是要中国人做主？那要中国人做主，你就继续甲选举，你选掉，你嘛是代表中华民国，敢毋是？所以全世界嘛无一种个宪法讲，你是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就职，了后讲要将中华民国变过，甲你骗呢？我体制内改革，我哥嘞，体制内你怎么改革？他有宪法呢，有宪法在保障呢，所以你是中华民国宪法内底选掉的，不管你选啥，你要甲变，机会是零。你若甲变，伊就甲你搬，这叫啥叛乱？足清楚的啊！所以台湾人就他较戆戆啊！即摆选举甲你讲，恁选了我啦，我现在甲改革啦，迄拢甲你骗的啊！啊，台湾人足奇怪，骗一届相信，骗两届嘛相信，啊，用啊直直骗拢相信啊！啊，变安怎啦？到底咱变安怎啦？就是刚才讲波多黎各人头脑真好，波多黎各不是和美国军事政府见面吗？波多黎各一年甲美国摕几百亿个呢，美金呢，无钱就甲吐，无钱就甲吐，吐到落尾啊，美国嘛起我歹呢，绝对会当吐。我讲互你听。美国因为伊打败西班牙，西班牙将波多黎挂予美国。西班牙的殖民地是波多黎各，殖民地割让还是殖民地，除非得到波多黎各这个所在人改实施宪法，安尼就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但是美国有规定，伊的参议院通过。我们美国五十州以后啊，不要再增加领土。我讲美国是吼，为十三个州开始啊，就是放大起来，你知唔知？我最近这边发表几篇文章，我写给你看，你就知。美国怎么样从十三州变成五十州？伊拢是用什么方法？建军呢？拢是用建军呢？建军伊家己刚刚讲十三州变五十州啊，啊唔通佫增加啦？佫增加咧，佮全世界拢变领导的啦。啊、所以波多黎各伊去甲占领了后呢，波多黎各他那必然好太侪杯咧。波多黎各的人我讲足贫惰，啊不哩大苦，干那要吃就好啊。哎呦吼，有钱嘛，啊边仔就海嘛，天气又热，每天晒着三点四，很高兴在海边呢。换无钱就美国给伊啊。啊，所以美国讲稍等，稍等。这么多年了、啊、从1899年开始啊，波多黎各也不独立，也不要变成美国五十一州，哪里你会歧视不？因为五十一州在高水嘛，对不对？啊那那伊那讲是，那个和你占领，是占领者爱去甲负担嘛，甚至伊要甲徛卫兵爱上去啊徛，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啊徛，啥呐？我和你占领啊！咱台湾嘛，照道理爱什么人来开桥一边？美国啊！但是呢，迄、那个臭头啊，说酒迄个臭头啊，去甲美国讲，我来替你徛倒啊！伊都无去替伊徛，伊用咱这台湾人去徛，叫咱台湾人去做兵啊，所以我甲告啊，安怎告赢？怎么告赢？美国甲奥巴马甲这个中华民国，不可以当兵了，不可以当兵了，有人伫告啊，有人伫告啊！啊，所以唔只系荷兰方面做兵咧，唔是伊妈研究对你足好诶，是我对恁大家足好诶呢。我讲我唔对啦，因为是恁台湾民众对台湾人足好诶。我讲，你要听无啦？啊，所以波多黎各人，他那真好。人伊嘛是，虽然伊笨蛋，伊无要趁钱，但是伊用个头脑，伊甲美国人讲，你甲占领，
你要按照国际规则来。我无钱，你都爱花钱。你无爱甲我翘一边，美国会赌干无法度呢？所以这波多黎各的人啊，拢摕美国护照。伊嘛上台嘛去旅行证件开始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琉球迄当初美国甲占领的时阵，琉球毋是摕日本的护照呢，摕啥？摕美国的护照呢？迄美国护照叫旅行证件呢？就琉球地区美国民政府的证件呢？咱今日台湾民政府其实已经叫啥？叫做台湾列岛美国军民政府，这个整个的统称叫做台湾民政府了。但台湾民政府不是占领者哦，这是辅助民间事情、民间的事情的一个政府哦。有的人个计较呢，讲哦啊，你哪里讲啊？你台湾民政府是占领者？哇，我那好康啊，占领者，那恁手机拢交啊？不是啊，所以波多黎各的人把美国救赎，在美国离去波多黎各也较近啊。啊，波多黎各人拢英文拢足老的。咱台湾吼，我跟你讲吼，中华民国改迄个英语啊，互你小可通尔啦，拢会晓通吼，袂晓讲呢。你不能继续讲台湾足好讲英语呢，包括遐朴素拢同款呐。足济迄个英语啊，伊看无啦。但那 people of Taiwan, people on Taiwan 就回去啊！我是讲实在呢，包括遐日本人，遐、那个日本人遐大赛赛多嘛，你甲我讲啊，永好，好佳哉！你这个翻译，我正看有，啊，我拢看无呢。恁吼，你来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啊，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甲二十三条，我甲分析给你看。甲三个公报，我甲分析，用英文甲你分析给你看，经典呢。不是我在臭屁，真正经典了。所以，好啦好啦，免阁拍手啦。您爱拍手，拢不爱拍手；啊，唔免拍手，拢拼命拍手，实在足嗨。因为波多黎各的人甲美国讲，伊讲你甲我占领，我拢甘愿。啊，所以美国讲安尼安尼咧，这侪年啊，十几年前甲讲，来啦来啦来啦。恁吼，家己去公投啦，干脆恁家己去建国啦。啊，波多黎各人头脑真好，好，我们来公投，我们设标题：你愿意独立吗？愿意不愿意？啊，就分类，给台湾写。啊，就大声去给台湾讲，我跟恁讲哦，那独立吼，爱做兵哦，啊，国家爱买武器哦，爱交足济税哦。我跟你讲，人民听了这款话，什么人要独立吧？啥物独立吧？讲要独立，无十趴啦，十趴都无啦。啊无，安尼不爱独立吧？对不对？啊，即摆个美国再公投，伊讲等等等，我有规定啊，四年才会当公投一摆，过四年过一摆。我讲啦，啊，够较戆的嘛，未去要独立啦，八年过啊。美国安尼唔免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啊，甲问讲要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啊？要不要变成美国的五十一州？个分类？大家讲不要。欸，五十一州爱交税金呢，迄联邦税爱交呢，物件卖去美国爱税金呢，你若变做州啦，啊你若占领区安那免税，伊宪法规定诶。国际法规定的，所以五十一州嘛公投两届，阁无过。啊，美国他想都想无，啊，美国人较直，伊讲吼，建国也无爱，五十一州也无爱，啊，有人来有人甲美国偷讲，你阿戆去学设计去啊？你吼五十一州甲建国两个合作会，你听有无？上台嘛，建国问一摆，五十一州问一摆，问两届啦吼，啊，毋着应过几年，过十二年遐。伊即摆讲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你建国甲五十一州坑座位，你愿意建国或者是五十一州？安尼系啊，按两个坑座位时，你总要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就简单嘞，波多黎各，然后我们愿意变成五十一州。啊，因为因遐人先甲讲，我甲你讲，甲邓国的一州是安那，
美国的参议会有通过，除了50州以外，不要增加新的领土。要死哦！这这个等了已经通过3年啊！美国国会读阿莫爱修，我讲全世界足侪国家吼，拢想讲要变做美国的51州啦。但是呢，无迄个机会啦。咱台湾比51州更加好，因为咱希望伊甲咱占呢，想伊甲打败嘛。但是咱台湾人足奇怪，有一寡迄个人哦，用迄个自尊伫讲啊。我们何必靠美国？我们何必说我们打败仗？你打败仗就是打败仗，你要承认啊！打败仗不是没有人权呢，打败仗一样有人权呢。打败仗照常会当生活呢，打败仗真有好处，免交税金，免缴伪兵，免做兵，免买武器，好处多多啦。所以。到现在为止，美国对波罗的，我跟你说，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。一年开100亿，可以。美国是很怨叹的，税金靠不住，还一年100亿去送伊美金呢，100亿送伊，啊，带了块派派伊的海军陆战队去甲开侨卫兵。啊，伊波罗尼哥若去外口比赛，无要挂美国呢，挂波罗尼哥。你看也气死哇！咱台湾后摆嘛呢呀？咱后摆咱承认，我好，我是日本天皇爷，但是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我承认，维持现状。中华民国不是讲维持现状吗？伊维持现状，维持中华民国占领台湾的现状，那恁即摆甲改过来啊？我歹势，不是你中华民国占领，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，我们要维持那个现状才对嘞。咱即摆拼着这条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你个头脑爱足清楚个啦。我们的所谓维持现状，就是恢复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规定。美国即摆拢唔敢讲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美国大概拢讲啥？一个中国政策，3个公报，啊，台湾关系法，拢讲是啥行？闹掉一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我大概都甲提醒。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条约啦，咱过美国的时阵，国电法院辩论的时阵呐，法官嘛，甲问迄个国务院律师呢，迄查某，对方迄查某，伊甲讲，我请问你咧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已经失效了吗？啊，伊诶，你甲看我迄原文拢有啊，拢录音带啊，伊讲美国已经用中日共同防御协定。把台湾关系法取代了，哦，那个就法官讲哦 ，no， 我告诉你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到今天仍然有效，拍手啦。所以就是讲，甲美国讲哦，你要遵守啦。所以4月28号，特别搞啊，后礼拜拜二，南极联合报跟台湾时报。电工哦，提醒美国 AIT 跟日本交流协会，今天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生效日，还好冇？有啦，也咱钱足多啦，我别开啦，其实嘛是无影啦。迄时吼，只干部下性命吼，那底下直直扛呢，扛到两块破起来呢。几几啊年啊呢？为2004年，哎，2005年，直直强，直直强呢。哎、欸，啊，大概有当下吼，咱这些同心哦，咱这些干部拢讲哦，啊，秘书长啊，别强啊，当时，我紧啊。其实吼、哦，我感觉咱这些同心都足可爱。我等下甲这同心讲哦，啊，你也定来登来中央啦，你无来无自动来登来啊。无代志，莫转来啊！啊，你转来啥？转来看看啊！伊这个所在，你唔是人客呢？你听有无？恁大家拢是这个所在主人呢？恁转来要饮茶，家己捧，你唔通想讲人咧捧乎你呢？对不对？食饭，家己去。
欸，这么餐厅足水的呢，有恁吼，恁实在是足好运的啦。未来时阵吼，伫旷野吃饭，因为迄边还袂搭起来嘛。啊，甲即马吼搭起来，哦，咱即届吼，要求好运。后届，后届来吼，更加无共款。后届吼。迄、那个外壁吼，啊，甲内底吼，我感觉一定拢创啊足好，啊，电费啦，同款拢创起来。我甲你讲，真正吼，咱来感谢咱的这个所地的主人啊，尤先生，甲拍手一下。因为他咪讲吼，伊足有台湾心呐、啊。你唔通想讲吼，哦，我都交一万块，我你交一万块是要创啥？三年外啦。噶即马来登来点招2600多名，你有通偌侪钱有哪收？有当时啊，一个铁柱20个班尔尔呢，那20个人尔呢，上街嘛卖10几个人呢，嘛人照常伫开课，照常伫上课。各位，这种的精神嘛，唔是干那我呢，咱的干部拢总共款。你啊看恁即马伫遮伫食饭。你搿个服务，遐是工作人员呢，唔是领薪水的呢，无一个领薪水的呢，大家拢是技工，拢是义工呢。哎、欸，你们遮无用。你有诶吼、哦，人你搿个胖的速度较慢，佫更歹。我拢替遐人啊，感觉讲很委屈呢，对不对？欸、真的啊，对不对？欸啊，食，恁食嘞，偏来走啊，对不对？因就叫你洗碗呢，啊，该创个天气呢，等你熬顿来呢。恁等下会特别顿起啦，恁无机会讲谢谢啦，讲拍手谢谢啦。啊，恁食的饭有好食无？好食，足好食。我甲你讲，真正，迄拢啥呢？什么蒸熬煮尔呢？迄拢有白呢。伫迄个圆山饭店做大厨呢。您吃的是圆山饭店的料理呢，那也不好呀，足好诶！我跟你讲，每一项菜拢是经过挑选的，三菜一汤。以前哦，哦，菜拢用足多，我讲唔免。大家是要讨法律，唔是要食饭的啦。那要食饭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那不爱来食饭的举手。哎、欸，你安尼拢无要举手，啥意思？我你卡巧啦，很卡巧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我不爱食饭假的啦，啊，这真正不爱食饭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呢。咱即马呢，为后礼拜开始啊，要开放什么班呢？电脑班。但是呢，咱即马楼卡就去做啥？电脑的迄个也做平台。一摆呢，会当得100块币。但是你要来的时候，你要跟你酒店报名，3天1期，为从基础给你教起。啊，你家己爱准备哈，迄、那个平，迄、那个叫做 PC， 就是个人电脑。你唔通摕迄个大架迄种的桌垫嘿啊，啊用迄背包拍啦，唔通啊。咱的桌垫无遐大，桌垫是适合一款呢桌上型的笔电。来呢，老师为头给你教起。我想想的讲，哇，即马遮济人，啊，佫足济袂晓电脑的，会害啦。啊，你袂晓电脑，后摆即种你是要安怎啦？你要去做政府官员呢？所以呢，为后礼拜为5月开始，5月7日开始，咱要开放，和同心啊，袂晓电脑的，为初级班开始，吼，初级、高级两种分的，一班拢3天2暗，伤久你嘛挡袂掉啦。但是一天的嘛唔好啦。一天听学学的，等于哎，佚佗一下，袂记哩，干脆直接断两暗，安尼好不？所以呢，你会当甲你的群秀，还是你的酒长，甲报名。我相信拄啊开始开放吼，一定足侪人报的啦。啊，啊，我那赶快拢是3天2夜，啊，拢学电脑。啊，我即摆嘛唔知。应该是差不多是即马，因为请遐拢专业老师啊设备，哎啦，要花一点钱呐。啊，你去外口去学嘛爱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咱要来
认真甲你教，都、就是三更两暗以后，大家拢会最无拢有法度去看网站。即摆咱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啊，官网啊，叫咱一日讲设台湾民政府，哇嗨啦！所有的通牌、独牌拢伫设台湾民政府官网呢、啊。啊，咱的官网叫做台湾民政府官网，官方的网。啊，那讲台湾民政府，迄种假的，我先甲你讲哦，内底拢你骂人呢。啊，有的人哦，甲咱解说，咱看我讲啊，敢是天遐尼啊好咧。啊，我拍网络一个看，讲嗯诶，啊那拢你甲你骂，我阿你看唔对呀。官网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官方的网站。所以呢，啊，每一天拢有一篇文章，还是两篇的文章。所以你若也要看伊啊，大家好，我甲你讲，你看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对你无歹处啦，因为包括中国。啊，全世界即马有，拢有差30万人，尤其咱啊上课拢超过30万人。那你看咱的官网，你学啥？学战争法，学这个国际法。因为坦白讲啊，全世界无人伫上这种的战争法。是你蛮看讲见面也袂当移转主权，这简单诶啊。但是嘛是袂要呢，啊是为着演变来。所以我也向各位讲，美国确确实实。有真侪代志，你甲咱配合，包括中华民国军队伫出销，包括啊，做台湾人免做兵，这拢是因为咱过去过美国过了成功的原因啦。唔是讲马英九对你真好啦，马英九对咱台湾人是无好啦。但是呢，因为咱过了成功，美国他不得不按照美国法院的判决。啊，不然台湾民政府嘛是赶快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个单位绝对是分开。我今日开会，我特别这个讲，那你司法单位、司法委员会，袂当含那个行政单位啊斗阵，袂当讲那你郡守伫开会，那你州长伫开会，啊邀请司法委员会去，袂使。司法委员会要独立。啊，免讲交情，啊，那些死中国啊，迄款啊，吼，拢是交情，请你吃一顿啊饭啦，啊，请你送你一个礼物啦，我们不来那一套。我绝对有把握，台湾民众执政以后，司法绝对100%公平。现在司法官前两天给你审判，所以冤狱很多啦。我讲一个例给恁听，美国的司法安怎判？伊有一个叫做 deposition， 这 deposition 嘛是一种的听证会。法官呢，佮两造被告佮原告，佮被告佮原告讲，恁两个人带你的律师含书记官，看要去对拢无要紧，去嘉宾厅嘛无要紧。律师互相问对方，啊，你要做笔记，做迄个书记啊，做笔记。我甲你讲，这种的法律啊，那有违迄个骗人的代志啊，伫迄个时阵啊，全部拢透明起啊。啊，那中华民国这套啊，完全是什么人靠我讲白贼的，什么人赢？我讲甲你讲一个，你敢知影？当你若做被告的时阵，你就袂当做证人。我相信差不多两三年前啊，有一摆啊，中华民国的高检署啊，因为我替阿扁啊写控告美国的迄个军事法庭的文件，我唔知恁知影这代也唔知影，就是阿扁啊，我替伊写。阿扁授权给我，叫我甲告，写了甲告。啊，即马告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的高检署就甲传我，什么罪？叛乱。我嘛叛乱。他咪讲，迄间足侪东西嘛，拢陪我去。啊，有的东西嘛，是我面前是歹势啦。啊，查某当然骂骂好。我讲你靠啥？啊，你会叫人滚？我讲伊绝对无法度甲滚。因为迄免为电话呢，直接为高检署去。
你知影开庭的时阵偌趣味无？我都淡淡的放下去啊！啊，因拢伫外口咧等。啊，咱个迄阵咱个副主席潘副主席啊，特别个走去吼，迄犯人后边吼，迄、那个地检署迄收押的人有啊吼，迄警察伊讲我去为遐过经过，才去遐甲等。我去的时阵啊，警察甲我问，伊要甲我问的以前，我先讲稍等呢，我先问，我先问。哎，被告先问呢？汪，今天我是被告，还是我是证人？哎，有几个人有像我这样好大，对不对？高检署呢？阿姨吼，六法全书放你的头前，给你变，汪里面变了101条了。所以他讲哦，我来问啊，我是被告是还是？啊，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证人啊，伊讲吼，辩辩讲啊讲，你是证人也是被告，我反对。我、哦、你们安尼笑，遐大声。我反对。我讲吼，中华民国法院里面的证人要讲实话，中华民国里面的被告可以讲谎话，编业文章啊。中华民国的所谓原告跟被告，拢是伫做文章啦。啥物人靠到做的，啥物人靠到骗的，赢啦。这是中华民国法律啦。伊会记我甲你讲的一句话，所以我一个甲拄咧吼，伊说唔知咩人甲我回答啦。我讲吼，证人要讲实话，被告可以说谎，啊，我是要做出一个。伊昨天不爱插我，啊！另外，问我两句话的，我都要出来。你讲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外面都是记者，你这样出去不好意思，太快了。那个法警过来，拿个椅子给林先生坐。啊，这代志多出面呢？啊，全迄个安全全无去共款呢？啊，另外，我有叫一个美国朋友，一个虾片给弄。啊！你林某某去和恁叫来，安尼拢无结论，去过几年呢？啊！才出一张讲吼，啊，毋是讲不起诉啦，是讲吼无代志就对啦。其实他就讲无代志，我老早就知影。所以今日到今日为止，为2006年，咱开始过美国到今日，我是稳如泰山在这里。啊！你免拍手哟。啊！你这做无趣味的人啊，要拍手都不拍手，啊，没拍手拼命拍手。这就是，也不能关于司法去。我还是要回来咱的所在哦。我其实这个接着你来讲中国的国情。啊，先安尼讲啦哦，我要十分钟来讲中国国情呢。很出奇，恁大家拢知影。美国欠中国足侪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知影这个代志举手。哦，欠足侪钱，对不对？还是谁来欠伊遐侪钱？足简单嘞啊！美国即摆来你买物件，甲中国讲吼，来，我甲你买这个纺织品哦，我买十个 container 几百，阿咩收钱呢？美国来讲，稍等嘞，计小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对不对？啊、你不要我记下，啊、你不要我不要紧，我甲别人买。啊、你不要记下嘛，好好好，你记。愈欠愈多。啊，欠到尾安尼的时阵呐、啊，总是美国有一摆伊的主席啊，伊的副总统去北京访问。北京大学的学生伊那头脑真好。来来来来，副总统来，请你来演讲。演讲了就甲问问题。请问副总统。你们美国欠我们中国这么多钱，那一些钱安不安全？你们会不会还？美国说，嗯，这个问题很好，我们当然会还。那一些钱呢，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，我会好好的把它保护。那学生啊，听到就弯腰，破拍手啊，哈、哦，副总统亲口讲的，在内底啊，有一个是。空军的上下叫做戴旭，邓一锤哈，左想右想，伊讲唔对，
这句话很奇怪，他说你肚子里面那块肉，我要去用嘴用手从你的嘴里面给你咬，敢有可能？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，啊怎么让你放出来？什么呀？米田共啊，所以吼，伊讲我讲，伊讲我判断给人下文章，我判断美国不会还的啦。哎、啊，我研究美国的过去吼，有迄个记录呢。伫历史内底足有名的三遍的记录，这一摆美国欠英国钱，伊就发动一个独立战争，欠人钱对无？干脆我跟你战争。建言以后免刑，不独立。1776年，独立战争你知影？迄阵是欠英国女王足侪钱的啊！啊，英国女王自己讨啊，啊加加税啊，啊起来反抗啊，啊回转建言了，因欠的欠英国女王遐钱呐，拢全免刑。啊，美国食髓知味。啊，即马过来是啥？西班牙。西班牙借足侪钱给美国，啊唔欠钱，美国欠钱无要紧。美国在迄个1898年、1898年，用一个借口，讲在古巴有一只船，美国的船啊，去用炸沉去。西班牙讲，这不是我钱，我给你炸呀、啊！用你，就是你，宣战。啊，在菲律宾啊。将西班牙的舰队给拍败，阿迪古巴西班牙舰队给拍败，俺舰娘欠的钱拢免还，所以西班牙佫挂四个所在给美国：波多黎各、古巴、关岛、甲菲律宾。伊讲吼，啊，这第三摆吼，嗨啦，美国欠中国足侪钱的，啊，伊呐发动一个战争，啊，美国甲中国战争你往上呀？上呀！哎，这是啥呢？恁是足高个恁？美国甲中国差遐远，美国赢啦！你看恁中着迄中国的毒，看偌偌深毒。美国会赢啦！啊，那美国赢免啦，不用还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看吼，北韩有一只船，韩南有一只船，军舰，有一天。在那個首爾的碼頭，那個碼頭啊，去讓炸沉去。美國馬上起來跟他說，你北韓幹的。金正恩啊說，不是我幹的。你知道嗎？北韓哦，有一個王大，他所做的事情哦，他都敢承認，啊，如果沒做，他都不愛承認。啊，其實那邊哦，是美國確確實實要叫南韓去打北韓。啊！但是伊死不承认。你知影北韩哦，有几下摆用迄个私人的、迄个啊，说客机哦，刚炸、刚爆炸呢，哎，拢家己跳出来讲，那是我炸的。伊足好大，伊讲那是我炸的。伊北韩就伫迄边啊，尔嘛。啊，所以美国迄摆一直要旧年啊，旧年要甲修理啊。哎呀，南韩的军舰沉去吼，北韩甲今日拢歪承认讲伊的。啊！我想到这个代志吼，敢那甲古巴迄架船差不多意思。古巴迄架上创诶，美国创诶，就落尾美国家己讲诶，家己炸沉家己诶船，搁去共宣战。诶、欸，啊你许个宣战吼，你百口莫辩诶，世间就是拢安尼啊，强诶拢会安尼做呢。所以叫中国足小心诶啦，中国即摆看到美国咧批判吼，伊就看究。啊，无拢偌歹呢，吼，讲伊偌乱呢。啊，那美国你批判哦，啊，有一摆有啊，南海一个海南岛啊，一只美国的迄个啊做侦察机有啊，去互伊迫降伫迄，那中国空军巡逻有啊，啊迫降伫海南岛有啊，中国偌上海偌歹呢，我不还。这架飞机哦，甲弄掉一只迄个军舰，迄个啊做战斗机啊，啊。我们迫降伫个海南岛，我不还，因为来个翕相。美国国务院出来讲，你不还哦，好 ，OK。
我为今日自即日起，我交给国防部处理。啊，国防部马上一点钟就出来讲，如果你在48小时里面不还的话，我会自己处理。中国不用48小时，3小时而已，请你派人来把飞机带回去。啊，你要发报上，美国说48小时，我们不到2小时把它处理好了。哇，这是中国人哦，头脑的观念就是这样，你如果很怕哦，他怕你了，赶快哦，赶快哦，这个待续，你若上，恁照道理，恁上国去班有迄个中国国情报告，我有分给恁，恁家己看就会使。迄内底拢是确确实实，迄中国人家己讲的话，唔是我家己加油添醋，每一句话拢是因家己讲的。你为迄本中国国情报告，迄本啊，是伊待续伫演讲的时阵哦，去甲录音起来，啊，那个变作文字。啊，所以呢，你为这个所在，你就知影讲吼，美国虽然欠中国足侪钱的，啊，中国要讨嘛无阿多讨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无一个国家95%以上的高干的囡仔，拢伫美国伫上课，甚至已经变成美国人。所以，比中国照道理来讲，中国人的老爸拢是啊，美国。伊咩人可能爱修建？未修建啦，您放心啦，放100万的心啦。即摆是讲台湾人咩哪有法度觉醒，这才是问题啦。台湾人爱记咧，卖贪心，卖讲爱民主，心甲泡开，台湾就会站出来。中国有一年，美国啦，美国有一年印足侪公债。每一年都开 QE1、QE2、QE3， 对不对？刷了去个印公债，甲中国讲：“喂，来，我规定叫你来搞咩？”啊，中国讲：“哎、欸，啊，你想我头壳歹哦？你欠我遐济钱，佫叫我甲你买公债，我不买。”隔天刚美国出来讲：“你不买没有关系，我自己买。”过了无6小时嘞，中国马上发表讲：“我买，我买，是安怎？”伊这样算收收诶，唔对呢。你美国都无钱啊，啊你买买，你用什么买？搁印钞票啊，印钞票家己买啊，啊印钞票，钞票啦，印愈多，美金越贬值啊。本来10块，变成9角，你他们要敢好贬值？当然嘛唔通啊。所以中国就巧讲，买，我买，啊说愈欠愈多。啊中国嘛藏啊真好，用安尼来。我今天外汇存底啊，我改这欧元，会使无？会啊，改这欧元破产，小足歹运的啦，中国啊，所以我对中国啊，具莫大的同情。刚才上课大家，谢谢。